大家好，我是 VIP 中标的 Kelvin。 今次带给大家欣赏的是芝柏高复杂腕标，它拥有的功能是有万年历、陀飞轮和三文。我们先来欣赏它机芯的打磨。芝柏标是其中一间无间断制造机械标的标厂，做高端手表的历史超过200年。我们率先看看6点位陀飞轮装置。再配合3点位日期、9字位星期。令到表面看上去充满平衡感。而年区和月区就放在12字位度。8点位至到10点位透视机芯装置就是它的三问标功能了。手表上的三大复杂功能之中，尤其以问标是最为复杂。手表旁的装置就是三问的启动装置。我们一起欣赏下芝柏标的三问钟声。再俾个近镜大家睇下，可以独立完成三问嘅标厂唔多，芝柏系其中一间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推介，可以 follow 公司嘅频道，同埋加我 WhatsApp 都得噶，多谢大家。